我是陈诗雅，欢迎收看华视夜间新闻。首先带您来关注最新消息，新北市的永和乐华观光夜市上个月17号开始宣布要配合防疫，自主宣布歇业，但是三级警戒现在延到7月12号了，不少的摊商苦不堪言。乐华夜市自治会公告7月1号要恢复营业了。但是目前防疫还是第一，所以乐华夜市自治会表示会落实摊商实名制和进出人员的实联制，而且只能外带，不可以试吃。摊商除了戴上口罩，也要准备酒精来消毒，食物要加盖或者是有遮罩。顾客呢排队也会要求保持社交距离。